刚刚那个这题哦，它是有三条直线在这边。题目说这三条直线不能围成三角形，什么意思？正常来讲哦，三条线画下去是可以围成一个三角形。这时候三条线不能围成一个三角形，那怎么画？换句话说，第一种情况可能有两条会平行，这样子是不能三角形。所以说有两条会平行，你观察一下。 可见第一种状况，可能这两条平行，对吧？哈，或者是这两条平行，这两条不可能平行嘛？这 4s 加 y， 2s 减 3y， 这两条不可能平行嘛？所以说最低，所以说可能是第一种状况 ，l1 平行时 l2， 或者第二种状况 ，l2 平行时 l3， 这样行不行？ 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那平行斜率会怎样？相等嘛。所以说这时候麻烦你把 n 1算出来，斜率是几？负的比分之负的一分之四十几，负四。再把 n 2算出来，斜率是几？负的 b 分之 a， 负的 一 分之 k 是几？负 k。所以说这时候老师可以知道，这时候这两个斜率会怎样？相等，对吧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k 就等于几？ 是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第一个算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再看这个，一样，这两个平行嘛，可见斜率会怎样？相等，行不行？来，先把 n 2和 n 3分别算出来，斜率是几？负的 b 分之 k， 这边是负 k， 负的 b 分之 a， 负的负三分之二四七，三分之二。这时候平行斜率会怎样？ 相等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负 k 等于三分之二，所以 k 就是负的三分之二，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 ，OK， 来，再来。那除了平行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种状况？有，想一下哪一种？三条线不能围成三角形，除了平行之外，还有没有？还有一种状况特别注意一下，三线共点，对吧？ 所以说最低还有一种可能状况是三线共点，对吧？三条直线同时交汇一个点，这时候也不能围成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哈，也就是多少 ？L1、L2、L3 行不行 ？L1、L2、L3 同时交汇一个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时候怎么算？麻烦你，我知道 L1、L3。 所以说，我先把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先把它算出来，算出这个交点之后，再把它带入谁 L2， 这个 k 就出来了嘛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时候麻烦先把谁，先把 L1 4s 加 y 等于 5， 和 L3 2s 减 3y 等于负 1， 把它抓起来联立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算出来 s 4几 1。 y 是几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麻烦你再把这一这个点去带入谁？带入 L2， 这样行不行？去带进去 L2 的地方，把 s 用一代，我用一代 ，k 加一等于几？零。所以说老师就可以推得 k 会等于几？负一。所以说你看好 ，k 有几个答案？有这三种可能性，好不好？四。 负三分之二和谁？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好，把这边看一下。